看着队友，看他们前锋怎么打，第三个前锋，这个后卫，这守门，你看，来，前锋去进攻，有没有？前锋就是要把球压在那边，你们三个队友在不断在那边等，他一有机会进攻的，你赶快保留体力冲过去。但记得你的球一定要定好，球没有定好啊，你就没办法踹大脚进进攻。啊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看，好好，你看，他的进攻，哦，有机会，好，有机会啊。那个你的队友，那个36号，然后过来，周俊凯，好，后卫守，好，那前锋守在后面，然后他过来，好，前锋要走，你看，36号组的前锋要往前走，他去等，好，他就要有体力去进攻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所以他36号不能守太多啊，他守过去一点，这样他踹大脚之后，他才有机会在那个，好，再进攻，继续，就是让人家觉得有压力，把球压在那里，不让人家过来，懂吗？这就是前锋的重要任务。那后卫呢？后卫就是人家如果进攻来的时候，你要想办法帮第一道墙，当你的守门员的第一道墙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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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只靠你一个人有点来不及。再看一次，好球，你看，好球，你看，好球，你看，好。我这个，他真是，你看人家怎么比？我们家带车的太久了，真是。好，你看。怕我手机没电，我等一下，如果我找不到你，你就来找我了。刚刚，好。我丢的会上，我不知道他冲到哪。36号进攻了，耶！耶！对，36号，上去了。他刚进攻，他成功。进了。
可以，可以。我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三十六号进攻。他刚刚趁队友和那个对手不注意的时候射进的。好，再好，等一下，二十三分钟。哎呀，快点！运到谁？这个球蓝色。No, you can't. 哎，那发什么？来。哎，弟弟，你进去了，好进了，对，教练不爽，好了，好，又有一手，一比一，对，好，加油加油，还有机会。好，你看，要不要进攻了？加油，加油。加油，进攻了！前面，然后你看，周俊凯，然后走了，你听前面的，是前面进攻，要注意看前锋怎么走，因为有机会你打前锋的话就是这样干，打他后卫啊，立，周俊凯打后卫啊，打后卫，为什么不是光武？这场是他们应该不错。球他把他挡，他把他跨身跨住，把他打中。他们前面前面，往前走。好，你看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，因为在前面，因为这里有前锋，懂吗？哦，因为他们要进攻那嘛。所以你看，手边正的，好不好？手过来一点，不能手带进来，这里交给后卫攻。
你可以再走前面一点。教练。